话，你就可以暂停一下，比如说差10秒，你就暂停下来之后数10个数，然后再点一下播放，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找齐了。杨志，大脚的开出门球，保利尼奥低一点，双方在中圈附近的争抢，拉尔夫，张稀哲突然的一个转身，连续的假动作，过了这个保利尼奥，然后外脚背的分球直接打到左路。刚才张稀哲在中圈附近的这个表现真堪称大师级啊！再交到禁区弧顶，张稀哲外脚背的分球，漂亮啊！这是一个 no look pass 啊，在禁区弧顶，张稀哲外脚背的这个分球也是妙到颠毫啊！现在是越踢越放松啊，感觉他刚才在中场他是连续的这个晃动之后是盘过了保利尼奥啊。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恒大球员没看清是谁啊，在对方的两个人架抢之下，通过自己这个脚下动作还有这种转身的这种变化啊，啊，欢迎四郎啊。张稀哲这家伙有要开窍的这个趋势啊。